近日，鬼鬼吴映洁参加综艺节目，在游戏中不慎摔倒，后脑直接撞到地板，造成轻微脑震荡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崭露头角，节目的游戏设置也引发不少安全事故，甚至还出现过死亡事件。在韩国综艺里，重大事故还得数2004年的星期天是101%卡喉事件。名侦探柯南配音演员张正镇在吃发糕时，大概是想说话或是忍住不笑场，导致发糕落入呼吸道堵塞，当场死亡。努力拼搏智取第一的精神固然是好的，但安全还是得放在第一位呢，毕竟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啊。